嗯。这个地方哦，就是这边就是Do7发麦了，这个同学要记一下的。你平常就是然后叫Do7，那至于说拍子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弦，所以当我即兴的时候呢，我没办法把音给写出来。所以同学说：“老师，你这个弹的音可不可以写一下？”我没办法，只有因为我这个拍子。就是凭这个你自己的感觉啊，凭自己平常练习的，你把它填上去就对了。这边三拍嘛，你看同样一个东西，对不对？假如说我们今天讲一个Do7发麦了，像刚刚是我假如这样弹。如果说我刚刚是Do7发麦了，我是这样的。我如果是这样Do7发麦了，假如说，全凭你看，平常你在练习的时候啊，你这个平常这些东西你就常常练，然后你心中有那些节奏在里面了、啊，然后你只不过是把音给填上去的，拍子左手拍子顾好，这样弹，所以这些没办法写谱了，这样，那就是一般的，就是正常的呢，我可以写一下的。比如说，就好比我刚才弹的，你要叫我写谱，我还蛮累的，哇，我还要从头这样一个音这样 K 的半天写出来，这样很辛苦，而且可能味道也不太对。这样同学知道不？然后假如说今天好了，我们假如说你都熟了，你换个调，你总不能永远弹C调嘛，就叫降E调。降E调对不对？然后平常假如是降B调了，thank you.
那我平常就是说，像刚才降 B 调，那你要知道降 B 调，我有时候里面有些加一点蓝调的音符的话，你就感觉到稍微比较新鲜一点。那同样道理，你平常练习的时候，你也知道，比如说我们小和弦啊，假如说你像哆拉瑞索，那你有时候有空的时候也是一样，怎么练习法呢？就是降 B 调的哆拉瑞索练一下子，降 E 调的哆拉瑞索练一下子 ，F 调的每一个调的就稍微，你不要练到什么升 C 调啊、升 B 调啊、升 F 调啊，那个千万不要这样子，很多东西啊，你自己浪费时间的嘛。很多同学因为不太懂得这个调性呢，就是那个重要性呢，有时候常常这个其实有时候也是受到这个古典的那个可以说是他们的观念的传余毒，都可以这么讲啊。古典的话，你学古典通常他比较是反正都看谱嘛，对不对？然后他每次练习的时候，有时候 C 调然后练到升 C 调，然后加上 F 调升到升 F 调，因为怎么样呢？他这两个调的那个，这升 C 调、升 F 调啊、B 调啊，这种它整个系统是跟原来的系统不太一样的。钢琴有钢琴的系统，就好比说我们吹萨克斯，你不要看到萨克斯也有萨克斯的系统，他们那个吹的那个有它的系统。所以你如果不懂这个系统，你如果不懂得这个性能的话，对不对？你每次碰到萨克斯那个吹管乐的，你知道吗？那你如果说，那个老师，我要唱首 A 调，或者唱首 E 调，他马上要跟你翻脸了。因为怎么样？因为那个萨克斯里面呢，他们吹这个 E 调跟 A 调，他们对他们来讲，吹那个指型呢不太一样，就跟钢琴一样，钢琴也是一样。你如果突然跑到升 C 调、升 F 调、B 调，它里面的和弦的按法那个系统不太一样，你要整个系统要练一下子。这样的，那你有时候，比如说你做乐团的时候，你没办法。有时候乐团他反正编曲啊，他这个突然这个 C 调以后，也是常常会升 C 调，然后又回来，或者升 C 调再 D 调。那你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那你没办法，你就练一下了嘛。但是这种东西都是很短暂的，有时候升上去就马上又回来。但是你不能，你也就是说你练很多歌啊，很多人练了很多歌，对不对？很多歌，我今天讲的都是一些观念的、啊。很多人练了很多歌曲、啊，会弹很多歌曲、啊，但事实上呢，你问他比如说那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像有一首歌叫什么，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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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很有名的，哒啦滴滴滴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对，这首歌很有名嘛，对，哇，他可以花一整年的时间的嘛，还可以练呢。练完之后呢，你再问他说这首歌是什么调啊，他也搞不清楚。这个就是因为看他只看五线谱，五线谱是降 B 调，降 B 调的话就是碰到一个 C 就降半音了、啊，这个 E 降半音，他就看到这个，他完全把 C 调在把它当作在看这样子看着，所以你问他什么调，他根本搞不清楚，但是他可以弹啊。对不对？然后你问他这和弦进行是怎么样的，他也讲不出来。其实这和弦进行，哪位手都发行面很漂亮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学习方法很重要。你，假如说你就是花了这么多时间练，结果重点这些东西你没练，不知道的话，你真是浪费时间了，宝贵时间了。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些都是观念的问题啊。然后我也不鼓励同学练很多歌呢。拼命练很多歌呢，练完之后的话，你想想看啊，所有歌曲的那么多歌啊，你会唱很多歌，对不对？会听到很多歌，然后你过一阵子，你又发现，哎呦，你到底在这首歌你学到什么东西呢？歌曲过去的就没了嘛，它主要是旋律啊，可是里面重点是骨干是什么呢？和弦进行，它的节奏，重点还是这些东西啊。对不对？所以说你。
你不要弄那个很多很多歌，歌弄了很多，然后弄了半天的话，你每次学一首歌，你要学它的什么东西，你要了解它的和解。所以我常常讲三个要领嘛，一个和一个曲式嘛，你要分析一下子它的曲式就帮你记忆嘛，就这个歌的大概结构。最重要是你要知道这首歌和弦进行，这样子和弦进行你要把记，人家好的你要把它练起来吧。哦，它这就好比说像这首歌刚刚讲的 Today， 全部其实你用哆啦瑞手也可以了，全首歌全曲都可以哆啦瑞手，但是唯一的当然有一个地方发收，那个地方要改一下的。那他你如果说你看，我举个例子好了。好，你想想看啊，像我刚刚整，嗦嗦嗦嗦咪发发嗦发咪发嗦哆瑞咪瑞咪发西西哆。你看我刚刚整首歌啊，整首曲子用哆啦瑞手这一段呢、啊、也是很好听的、啊、因为并都完全正确啊。可是呢你假如说你练的这首歌，你会发现他用这个哒哒哒哒哒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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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滴哒哒哒哒。他用这个哆seven发麦了。你再看一遍，我如果只用哆啦瑞的嗦嗦嗦嗦咪发发嗦发，是不是哆啦瑞手绝对 OK 的？你假如说嗦嗦嗦嗦咪发发嗦发，所以你练的这首歌你就学一下子，就是把它这个哆seven发麦了练一下子，这个进行也是很漂亮的，练习一下子，那你这首歌你就在那边吸收到这些东西，知道吗？你不要练了半天，练了一大堆，然后你就是天天都盯着谱看，知道吗？然后你没有谱就不会弹了，这样没有用的。你要挑一些好一点的歌，这样的人家和弦进行很漂亮的，可以当做范本在练习的，这样。好了，我这个大概是这个观念，所以很重要。同学，我今天讲的这些学琴的观念呢，你就先要建立起来呢，然后你就慢慢，不要走很多冤枉路，这样的。好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你看，谢谢你就是很不错，他能够三四拍 swing 风格大和弦下行。这个他完全这个把我这个教的东西也吸收，像我再顺便讲一下，就 B 的时候啊，我看很多同学都在，哎，我再把它敲回来了。B 和弦的时候啊 ，B 的时候二指琴啊，我几乎啊我都不练什么B 大和弦啊 B 小和弦我都不练了，我全部都 diminish， 全部 diminish。因为你不熟练的话，你光是逼啊，在那边弄了半天，你尤其是你在即兴插音的时候，对不对？你稍微耽误一下就过去了。所以通常逼的时候，我就全部都一指琴，我绝对是很那个规规矩矩的逼大和弦、小和弦啊 diminish， 我都很熟。然后但是到了这边的时候，逼的时候呢，我全部用 diminish，
当然 diminish 应该是这个样子嘛，但是这个实在也是很难弹嘛，就过来的。你真的压和弦这样就可以了，你要如果说插音这样插上去。好了，我们刚刚像刚刚这个 style 对不对？那像新同学的话，你就要说，我今天不是给你们回家练四个大和弦吗？对不对？那你如果说这个是压嘛，这认真一的就弹，是弹大和弦啊。然后你就把今天教的，比如说像这个，就把它用上去的，这个认真试的这样的，手指是不是这样的和弦这样的？那 F 是不是这样子？然后 B 是不是这样子？然后 E 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样的？你可以这样练了、啊。那你再把这个，这个是一指琴吗？那个，这个谢谢你也真是看得很仔细啊。因为有的时候华尔兹啊，我就是蹦两拍对，都一拍这样的，所以同学就看不懂的。我看那谢谢你还蛮厉害的，他说看得很仔细，然后你通常练的。你先练这个 stride 呢 ，stride 练好，就是把认真和用上了。这样子练了、啊，然后你看、啊、我只用这个 style， 滴嘟嘟嘟嘟嘟，同样，假如说你只会你这一招，因为你要即兴的时候是拿你，我现在只用这一招好了的。是不是？我刚刚你没有发现，我刚刚在弹的时候，啊，这个就用，主要是用这个滴嘟嘟嘟，是不是？我就用，主要是以这个有一个音群啊，以这个一个东西。你就但是还是你我当弹不可能全部这个样子啊，那有的时候用别的啊，那你就是看你肚子有多少东西，你就到时候就慢慢你东西就出来了这样子。你们大家有没有觉得、啊、那你怎么会这么快呢？就平常就是一直练嘛，你先从这个规规矩矩的这样，后面不要再教了。那他们会的都已经会了，你就是新同学，你就是把它弹好。好了，我们现在今天讲了很多，然后看一下有些同学还没有介绍